我第一次见你就很喜欢你，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你就是你结婚的时候我干嘛了？我没结婚呢，没结婚。老秦压力好大。我感觉他不是哎。确实不太是，我是工作大于一切。你会有一个很清晰的，我的另一半我喜欢什么类型的，你有吗？我问我这个性格还真没有，就是，就接触，然后接触了以后自己内心会有个小本儿，一般是从100往下减。哎哎，来，坐中间，坐中间，来。不是我，你先，因为你来的晚，你先坐下，你坐下你就明白了。不是宝贝儿，你是没拿手机吗？静音了。静音了，知道队长会给他打电话，故意静音了。老秦怎么不把那个口罩带去？我嘴上起泡了，我现在有点我像包袱，其实。哎，有点折啊，有点折，补着。做个精致的男孩吧。哇，蓬头垢面，我哪个小姑娘有皮筋儿啊？我想要个帽子。示范一下，你现在就夸他帅帅。我第一次见你就很喜欢你，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个测一下心跳，我跟你说，邦邦的，我跟你说，从来没这么强有力过，真的，我真的这种话冲击力太强了，不知道是回啥，真不知道。那你会开心吗？啊，你喜欢被夸帅，还是喜欢被夸你的性格？性格吧，我不帅啊。你帅啊！帅，你帅，真等的就是这个答案，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好幼稚，哎呀，哎呀，太羞耻了。你帅啊！你说相声的时候闪闪发光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，哎呦，这个眼镜是干这个用的，哎。以后咱每次录制之前一进来，哎呦，小秦，你今儿怎么这么帅？懂了，可以。还该你了，你反过来示范一下，快。好，来，开始，预备 ，Action。你freestyle 怎么又眼脸红了？我手心都冒汗了。今天对于秦霄贤来说好刺激啊。姐姐，你给人带来快乐的时候都闪闪发光。但是姐姐那两个字还挺撩的。我想走。原来男生夹子音是这样的，我见到今天的热搜了。秦霄贤夹子音。姐姐。那个好像是气泡音，对不对？气泡音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会说气泡音？啊，怎么睡了吗？睡了吗？秦霄贤是这种吗？就是你会越喜欢谁，一开始越故意的疏远他一点点？没有，就是，反正但我不会刻意的对这个人好。就是我平常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跟你接触的时候我就是什么样。然后可能会从50%、60%、70%会往上涨，但不会，就是给自己先拔到这么高。嗯，这个好，他这种好，吓我一跳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好的。哦，哎呦！
等会儿啊，我再记紧点。呜呼呜呼！我这玩意儿，我行空啊！我这个太爽了！啊，我来吗？我行吗？我走。啥呢 ？L 不行是吗？嗨！我的妈呀！呀！我忘了 ，L， 这破车，哇，这灰！我想替李明伦问一下男生，有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可能，他就是对今天干的这件事儿毫无兴趣？你不管无不无聊，话得有吧？你像咱们这么贫，是不是？这干什么去？咱就聊呗。你这话的意思好像就是我跟你们在一起挺无聊，我不也聊了吗？这不是这个意思。突然就带入。这不是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没有任何关系啊！哎，说两句话，哎，什么东西？多少说两句，你这，哎呀，画啥呢？又画画呢？这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画，又画画。如果你们是这样的情况，你们会先开口吗？李小姐，我问你了啊！我把眼神都递到这边了。李小姐，姐跟你说话呢。白哥，肯定不带你不，肯定不太会，对吧？就是先张嘴说嗯，我不喜欢。但是说实话也太快了，其实他才第三天还是第二天，到不了喜欢不喜欢的地步呢。你看，你可以答得很好的嘛。来下一个。表示同意，表示同意。下回你先答。真的是。就是有那种很，就是记忆很深的场景，就是之前因为要隔离嘛，但是因为就是很想见面，然后我们就从不同的城市飞到了不需要隔离的城市，但是结果一落地，两个人还是被拉去隔离，这样。然后隔离了几天才被放出来，然后才见到面。哦，嗯、很浪漫，就啥都阻挡不了爱见面。对，是我们认识的人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冒犯了。没事，进去。隔离出来买了一个鱼塘。那该你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谁呀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静姐从众多的场面里挑一个你觉得最浪漫的。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的是，我跟秦先生刚认识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第一次一起去看电影，然后电影院太冷了，然后他是把那个衣服拿到前面来说冷吧，然后想说要披给我，他说你套那只手，然后这只手我也冷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套了，可是一人套了一只手，就是我到现在就有那个画面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件事秦老师做非常合理，就是感觉很像他会做的事，希望不是用公标的形象。所以是谁呀？老徐都往我这儿看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好直接扭过去。我知道了。这把帮不了一点了，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，拜托拜托，你到底行不行嘛？
我不管了，你最好了，我爱你呀、啊。嗯，宝贝亲亲，宝贝亲亲，宝贝亲亲。转